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这个婚礼的新光社区，旧地名叫做新厝寮。有一项吼在地人感觉真骄傲的特色文化，就是这种布马阵。也不过真可惜，来学布马阵的少年人是愈来愈少，样样要失传了。对音乐的表演，看一个真正的阵头，甲一般看到的西阵无同款，是布马。原来这是斗南新光社区的布马阵的文化。咱新光布马阵是咱的传承，甲今嘛吼，已经超100年的左右。这100年来吼，因为吼时间的过吼，已经传到我已经是第五代。新光社区旧名叫新厝寮，因用布马做阵头，变成一个特殊的文化风景。我今是希望讲啊，人会当哦，把这个传统过来恢复起来，是算讲啊，一个算讲啊，咱伫咱台湾阵头一种啊讲法。从4年级开始学。那你阿姨现在几年级？国一。那你喜欢跟大家一起去铺阵头吗？喜欢啊。老师傅烦恼讲，这个布马阵的文化会渐渐失传，加在有这个少年人来传承。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